现 OK 的样子。好，我们等粉丝们稍微静一静哈。来，我们等粉丝们稍微静一下。来了，老弟，是的，来了来了，然后欢迎各位宝宝们在今天晚上来到我们新浪娱乐明星特别任务的直播间，我是特将。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盖爷周岩啊。那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听过他很多的歌曲了，那今天呢也是他的那个现唱的一部电影《大人物》上映，而且呢他为《大人物》写的那首歌唱的那首歌呢今天也正式的上线，所以也希望大家各位们都可以直播间让他和我们近距离的互动。现在有点卡是吗？我看一下。那我们就去看一下。Hello， 但是他们说现在好像是有一点吗？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直播吗？可以看一下直播，看看这个信号怎么样。没有是吗？还是有点卡，卡成照片了，好吗？我们现在先开一下热点、网络不行啊，老妹儿可行了，你们不要走开。突然间啊，好 OK， 现在的网络是不是已经好了？大家再确认一下啊。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OK 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镜头转交给我，稍微放一下。来，先和我们明星特别任务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瘦了吗？先别打招呼，瘦了吗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对。是不是又卡了呀？没卡吧？哦，但是好像这边的这个弹幕已经不显示了。对。我们现在把这，我把这个弹幕打开，你可以看一下。可以，来，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在说。开瘦脸了吧？无法给我出去，这个 V 字头的是无法。这么瘦了，是吧？那对对，开瘦脸了。开了一点点，开一点点。对，开了一点点。大家好，大家好，对，我是盖。今天是上了一首新歌。我现在，哎，现在 OK 了，现在出来了。因为我把我手机放外边，没开的热点。但是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好了吗？关掉。来，我再看一下。哎，现在好了。好了吗？没问题吧？现在好了，好了，好了。OK，这个今天的任务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工作室，对，我的 demo 室，还有给你们送一件新年的礼物。对的，他们说今天你的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有啊，我在家里随便拿了一件。对，这是 PQ 哥的，对，Shout to PQ 哥。好，那我们在这个正式直播开，就是这个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就是说有一些想要问题问到你。好的。对，然后请犀利接招啊。那最近发了新歌嘛？对，除了今天刚刚发布的这个大人物，还有前一段时间发的这个永不独行。然后你会如何安利自己这首歌呢？这些歌呢？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个良心乙方。对，我就安利这样吧。其实我觉得，一个是为《球球大作战》，年轻人爱玩的游戏做的一个和艾热的一个合作的尝试。其实跟艾热合作是我蛮看重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鲍贝尔老师和王千源老师上的新电影，今天上映的《大人物》。对，这首歌的风格也是我从来都没尝试过的。也shout out to 0731，对，笑死我的 squad 做的伴奏吧。对，我的案例就是我是个良心的乙方。突然一句话盖到重点。对对对 对。那想问一下，就是你这次与艾热的合作感受如何呀？因为我跟艾热太熟了，
没什么感受，可能吧，我跟他太熟了，可能大家很期待，就是说，我俩的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化学。这次其实我在我看来，化学反应还不够，不够。但我们就是说，因为抛开这是一首就是说商业作品以外的东西吧，我们会有接下来的合作吧。希望下首歌跟他合作的时候，可以让所有朋友哇，我比较诚实，真的。充分发挥两个人的对对才对，华。因为这样的歌，你总是要考虑到甲方的感受。对对对，了解，很棒。他们也很期待说，他们说是你和艾热是很早就认识了吗？对对，我跟他大概是在 YOLO 第一年的时候吧就认识了，因为我们有一个音乐节叫 YOLO，对，在重庆的时候就认识了。明白。他们说要还他们周元，说现在的你是个替身。我每天你知道吗？我每天现在有多用功？嗯哼。我现在就是说，以前可能没事我就睡觉，要么写歌。现在我没事就去跑步，就真的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我好想瘦下来吧，真的好想瘦下来。对，所以现在成效如何？现在我老老实实说，最重的时候大概132那其实斤，也还好但是我长脸，你懂吗？长脸身上看着还好，然后。现在只有124，对对，瘦了蛮多的对，呀，瘦十了几很，瘦了斤。很多了，差不多。他们说不错不错。对对对，我很努力了，很努力。就感觉现在是在给粉丝汇报 作业一样，对，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说催我你是吗？肥，对。可能是这是粉丝对你的爱呀、啊，喜欢你圆圆胖胖嗯，上镜不好看，的。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到很多粉丝在微博上，然后晒了一些音乐 APP 的年度歌手是你，然后你如果看到这些微博的话，你内心想法是怎样的？感谢吧，真的感谢，因为说实话，这一年来，可能所有朋友觉得我的歌路方面好像变了很多，但是我敢跟所有朋友就是说，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人没有变的，因为现在有好多的事情，就是说可能不像我原来那样 free 吧，对对，但那颗心还是滚烫的。所以你们放心，就是说我会，自己自律，对，自己自律的。感谢你们，就是无论我出什么样的歌，都听我的歌，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哇，我觉得有一个很，就是感动很戳的一个评论，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就是我们懂，三个字，我们懂。对对对，因为他们知道这我最想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明白。好，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巡演有怎样的安排？我们在发了这个微博预告之后，他们都在问这个问题。巡演的话，因为现在好像已经，现场票已经售罄了，对不对？对，已经卖光了，所以我现在不告诉你。对对对对，我不能告诉你。然后好像网上有人在传我排练的视频，但那只是，冰山一角。对。然后这次，因为我想就是做 live 一点的东西，然后，国内的巡演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吧，会有一种炸的，视觉上和听觉上的。对，对，是结合的，声光电都结合的。明白。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新的一年嘛，因为2019年已经开始了，然后你对自己的工作上有更多的期待和规划吗？我现在挺佛系的。真的，我挺佛系的。随缘是吗？随缘，因为我始终还是觉得，就是说，不要急功近利，就是不要为了你要达到什么样子而去达到什么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完成自己的任务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很重要。这是我今年的准备吧。当然，公司听到这句话可能要骂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听不见，对，要听做不一见。些。要做一些，就是说自己想做的事、喜欢的事，对对，让自己，忘记年龄吧，对，音乐很重要，音乐就是年轻化一点，明白。那有粉丝表示很期待你可以上综艺，那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比较想合作哪种？合作嘛，其实我觉得都还行。我有句歌词就是说的，相比上综艺，我愿意包工地。那不是我的内心话吧？那这只是一个，其实按照道理来说，如果真的有节目可以上的话，我相信任何一档节目都可以欢迎改。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节目里就会那样。对对对，
任何一档都可以。那你会就是说觉得音乐节目的话会有想法吗？嗯，看是唱什么样的歌吧。对，我喜欢就是做一些跟说唱歌手这个身份不相符合的一些事情。对对，嗯，明白。就比如说我哪天说不定会开一个会上一档节目，然后全是翻唱别人的歌，对，也说不定。嗯，这种我应该很喜欢。感受到你的佛系了。下一个问题啊，嗯，就是刚刚其实有聊到这个事情，就是粉丝想让你现场称体重，然后那你对自己的体重有压力吗？有，真的很有。我现在每天称，上称要上四五次吧，就是早上起来之后。跟粉丝督促你有关吗？你觉得？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自己在镜头里，在就是拍照出来的画面跟以前不一样了。对，这是有偶像包袱了。不是不是不是，是真的没有以前好看了。嗯。对对，我是挺，有些时候我，他们又说我是实力派，但是再实力派也要稍微注重一下外表。对对 对, 对，我自己都有点那个了，就现在起来早上起床之后称一次，这是这一次是最重要的，早上那次，因为人体体重最轻的时候是在早上。早上那次称一次，然后吃完午饭称一次，对，睡午觉之前称一次，醒了之后又称一次。对对对，现在我都没怎么吃晚餐了。嗯，那你现在就是在控制体重期间，你是就是饮食方面啊还是运动方面有什么样的？运动现在就是每天坚持跑5公里。对，5公里是必须的。然后食物方面就是少摄取碳水化合物，就面食啊或者米啊，然后晚上那一顿几乎要么吃蔬菜要么吃水果要么就不吃。对对，中午可以吃一点。对，这真的不符合你们像重庆人啊然后四川人的饮食。那是只有我。太痛苦了。但有些时候你身边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吃吧？我媳妇儿。嗯，对，我媳妇儿她比我还要自律，就是那种，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还是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就真的太饿了，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真的好饿，受不了了，都睡下了。嗯，然后起来煮了30个馄饨。30个？一顿吃那么多？对对对，然后饿惨了，那天真的给我饿哭了。那第二天上午早上起来，那天还好，那天就是我吃之前吃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酵素啊。明白。然后第二天还没好。对对对。感觉现在太痛苦了。真的看到盖哥现在啊控制体重这么费尽心思。对，以前几乎是完全不 care 的，有什么就吃什么，就是这样。明白。好，那他们还有催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做菜直播打算什么时候兑现呢？嗯，找一档美食节目吧，我觉得。好吧，高同学。嗯，我听到了这句话，我听到了。嗯，工作相关的。因为我在家里做的话会忙手忙脚乱的，那样不好看。不好看，得有人就是说帮我把菜啊这些弄好。对。所以说你平时做菜的话比较擅长什么菜啊？川菜。川菜吧，盐帮菜一点吧，因为还是比较辣一点。嗯，比较口味重一点。我感觉你们好像就是就是川渝那边的哦，男人都特别会做菜。有吗？有啊。就身边遇到的都这样。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吃。对。哦，我们那边的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就是吃得很进去的那种，就各种。对，很挑。对的，巨挑巨挑。嗯，而且就是你们想不到的那些东西它可以做出一种新的风味来。对，他就感觉好像那个味觉跟我们的舌头不长一个样子。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现在说好像给好想给盖哥打下手。说不要秀了好不好。知道你们很恩爱。好，那下一个问题是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是你喜欢的吗？喜欢。一个月可以，因为公司对我也很人性化。嗯，就是没有就是说你不能干哪个不能干哪个。我现在几乎就是我想出去啊这些都很自由。然后我想比如说没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可能有个4-5天吧，可以回重庆。嗯，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就好像是有一份艺人很难得到的一种自由度在里面。
对对，我没有那么机械化，嗯，我不喜欢活在海报里，还是要生活的嘛，是吧？艺人也是人。对，我觉得一定不要活在海报里吧。嗯，明白。那如果新的一年如果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的话，你最希望是什么？我希望和我有交集的所有朋友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包括我爸妈，我的朋友，包括你在内的所有的好朋友，真的这点很重要。然后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我们也算吧。嗯，在直播间的都算是不是？好的，歌迷也是啊，歌迷也是。好，那我太歪了是吗？啊，很舒服呀，这样。那我们把这个镜头调整一下。对。哎，感觉你像躺在这里一样。对啊，他们又不在乎。好，那我们接下来想看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是在盖的这个 demo 室，对，我在录音室，然后可以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吗？因为道别今天不在，道别了，出去了，他出去了是吧？那怎么给大家看看？对，可以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我们把这个取下，我来放那儿也行。我把这个镜头反转一下，在哪里？这边。呀呀，对，这个就是我平时录 demo 的地方。对，因为我是有demo 是在一个单独的地方录，但有些时候就是说会把 demo 拿去外面给制作人做，包括小五老道这些，他们会就是找一些具体这些什么东西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懂。我真的我是唯一一个可能说做音乐的人，我不会简谱，但我只是能唱的那种，就是那完全纯感觉的那种。 OK， 对对，几乎就是，对，几乎就是这样。你们听到，所以这个是录音架，对对对，这是录 demo 的。所以你会在这边，然后对，我平时就是在，哦，平时就是在这里，那那那那，在这边，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道别，对，老道帮我搞定的。OK， 对，那是一个，这里就是你们听到的歌创作的，对对对对，很多很多的歌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嗯，好，来，我们现在把这个。哎，稍等，老道哥，好，调整一下舒服的姿势。OK， 那我们今天也说了嘛，是给粉丝送礼物的。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礼物，我们就不要装了，我老老实实说，然后主办方给了我一个这个玩具，说要拼来送给大家。然后当我打开之后，我发现很复杂很复杂，于是我的助理就帮我拼了大概两三块。我老老实实的给大家说好吧，就免得我到时候拼不好，对，拼不好，拼不完整，然后送给大家，你们也不喜欢。那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我将就这还没拼上的两三块，如果我拼上了当然更好，如果我没拼上那我就放弃，但同样要送给你们好不好，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可以帮我帮我把它完成，这也算是我送你的礼物好不好。对的对的，这是一架，对，这是一架中国歼二十的战斗机。对对对，因为是听说你很擅长这个，然后你很喜欢这个。瞎说。这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他们有些要么就让我上秤啊，这些玩怎么玩来。哎，所以说让你去上综艺的话，让你干活你 OK 吗？类似什么农活吗？对，农活也可以啊，也可以，对对，可以。因为我奶奶，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农村，对，嗯，对，我也喜欢那些东西的。这个是上面的一个机舱，我尽力好吧。他们说这个要给儿子玩，如果说他得到的话。儿子玩？我给儿子玩吗？
那你们就都别要了，好吧？要了就是占你们便宜了。还有人说别挣扎了，还有说你现在真瘦了。他第一，他开了美颜，好吧，然后第二，我是真瘦了一点，然后结合起来就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你跟我说好拼。拼好了吗？甚至已经完成一些些了。好了，我准备放弃了。好吧。这么快吗？然后我给大家留了，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什么机舱，然后机翼这些，我单独把它放起来，好吧，都放在里面。嗯。然后抽到谁，谁就要完成这个作业。抽到谁，谁就对你自己拼，靠自己，好吧？听我歌的人都知道这句话，靠自己，妍妍靠自己，好吧？你们也要靠自己。来，我放进去，好吧？原封不动。好的，那这个礼物我们就先。稍后放到最后，整段垮掉。我们放到最后抽一位粉丝，但一定要拼完啊，好吧？拼了，到时候在微博上艾特我，艾特我。对，你会翻牌他吧？会翻牌，必须翻牌，直接拉黑，拉黑。他们说妍妍你要靠自己。我不，我现在变懒了。你好狠啊！拼完我告诉你。记得拼完了要艾特我好吗？我会给你另一份礼物，就是拉黑。拉黑大礼包。记得要艾特我好吧，一定要艾特我。嗯好。好，以后漂流瓶联系吧。那我们就是得到想要得到这个礼物之前，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一份试卷。嗯想要就是你和你的粉丝一起完成。好。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音乐四六级的试卷。这里有一些题目你需要。先回答一下，当然你可以给他们看一下，然后如果说他们猜出来的这个歌词这个答案和你心里想的是一样的话，那就是你们就通关了。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不可以自己猜吗？不可以啊，这个你自己是有答案的，就是他们的答案一定要和你的答案一致。来，我们第一题哈，来猜，等一下，这个是笔，答题笔，我得写在上面。对，你要写上面。第一题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喜欢黑色。第一题是歌词非常简单纯粹，哦，然后描绘了彼此守护的简单心声，爱情本身就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然后这首歌是哪一首歌？所有的歌曲都是我们盖哥的这个。这是哪首歌？快点，你们说，然后我来填。抢答，现在抢答环节。哇，现在弹幕里都在表白。你们这个描述有问题，你知道吗？你们这个描述很容易让他们，你懂吗？但是这是这首歌的什么简介里面写的。他们说把镜像关一下，他们看不到。镜像是吗？我们看一下。就是反过来。嗯，镜像在这里。好。可以了吧？来，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其实不是你们说的这个。你心目当中的标准答案是这首吗？是。哦，那就对了呀。那是主办方错了，我跟你说。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对，是，好吧，答对了。哦，他们还以为说是《爱如潮水》。但主办方写的是哪首歌，你知道吗？见字如面。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的呀。什么颜色的都可以哦。我不喜欢这个颜色。可以换一个。换一首，换一支颜色。你猜我拿了个什么颜色？你猜，我猜，不猜。换一个。我写的字写的真好。哦，这里还要表白一下，这首歌就是《我爱王思仁》。好，第二道题，一定要是要你内心的答案哦。这首歌旋律抓耳，歌词高频重复了一个字，这首歌是。可以让他们猜一下。
包间。没听过吧？没做功课的。包间，还有一个字。一个字，好吧，一个字。圆周率不是。我有哪首歌是一直重复一个字啊？我都不知道。包间那首歌不是这个答案。嗯，光宗耀祖也不是啊。这是考盖哥的问题。是考我的吗？不是考王，考盖哥的问题。巴比龙也不是。哦，我知道是哪首歌了。我知道是哪首歌了，好吧？提醒一下，这是我和别人合作的。哎，不是和嘉尔，好吧？我看到有一个，一个字，一字出现了很多次，好吧？对，那首歌里全部都是这一个字，好多。好，有人答对了，多姿多彩的盖。多姿多彩的来。你猜我猜不猜？这个名字是当时我和 Bridge 对为了整大家取的一个名字，结果真的取了这个名字。我觉得这首歌在 KTV 里面应该效果很好玩。这也是那个那个电影叫什么？心理罪，对，心理罪的这个推广曲。对，你猜我猜不猜？他们说他们都是假粉。主要是这首歌我自己都唱不到了。对，这首歌盖对我自己盖哥自己也没有想出来。下一道题是数学不太好可以听哪一首歌，虽然听了之后也可能算不清楚。这个就很简单了呀，这个很简单，对吧？对，这个有什么，怎么有人来邀请我什么段位赛呀？忽略他就好。忽略干嘛呀？是跟你 PK。 跟我 PK。 好，答对了，圆周率啊。他们有说你们能背几位，能背到小数点后几位来？3.141592653，不是八吗？三八。还有呢？还有呢？我可以随便编。对，有我的影子。100位，天哪！好，这首歌就是3.141592653，圆周率。我也只能写到这后面几位了，因为那个数学书上好像只有这几位。对，我们学的时候是圆周率，好吧？那些答错的给我踢出去。他们说是本来忘了的，然后听歌记住了。嗯，那我提醒你了，好吧？我的歌经常都会提醒大家背一首古诗啊，背一背。对。可见其实那些题啊，这些我写在歌里的那些题都是很简单的，我也只能写那些，你知道吗？好，第四题是夜深了盖来了，要听。我超喜欢这首歌。想问天你在哪里。就不走。是这首歌吗？诶，好，有人答对了。有人答对了。那个一直在唱爱如潮水的，这个给我出去，滚，给我滚出去。为什么每个问题他都在说爱如潮水？他太爱这首歌了。我们好好玩游戏好不好？打call 求由他作战那个吧。今天写的字比昨天写的好。对，天干物燥。对，怼你们是爱你们，你们知道的，好吧？爱如潮水，出去。好，还有第五题，霸气绕肠。难为言吗？我是。霸气绕肠的中国风歌曲是《十二指肠胃炎》。嗯。有猜出的，长城108。我觉得里面的那句粤语很棒。
我的粤语很烂，是老道教我的。哦，但是在里面唱的很好听啊。对，学了很久，我全部是把那些就是说把它音译，你懂吗？嗯。比如说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读，我就直接把它写成另外一个字。对对对。挺棒，他们说你是不是看他们答案？为什么每一次按照他们的答案？对啊，我就是这样想的呀。OK， 好，那我们现在最后所有的这个题目已经答题完毕了。嗯呢。然后最后的，我觉得是可以给粉丝抽奖了。好的。就我们一共抽三位粉丝，好不好？然后三个都有吗？都有这个吗？只有一个。对，三个人拼。然后另外两个可以就是获得你的签名照，这样也 OK 了，是不是？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对，然后他们主要是他们什么都想要。嗯，抽谁啊？我叫停就行了，是吧？你可以这样，就是让他们刷起来，然后我叫停。你可以想一个主播玩法。不要这样，我们玩一个高大上的。好，就是他们停不了。对，他们不会停。就是你可以问一个关于自己的问题，然后让他们回答，然后你挑一个喜欢的答案送给他这个飞机。问他们问题。问他们问题。对，比如说，就是可以问一问，你们想我以后去参加什么样的节目，或者是出什么样的歌？我想一个好玩的。对对对。我瘦了吗？这个问题。我和老道谁丑？赶紧啊！赶紧。老道哭晕在厕所。老道说这个直播好像 Q 了我好几百遍的样子。呀，我喜欢一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有一个说都丑的。这个，就是你了，红艳熙，好吧，红艳熙就是你，就是你，这个我很喜欢。红艳熙炸了，炸了，炸了，知道。来，所以红艳熙这位粉丝获得这个，获得这个，好吧，然后你要拼完了，拼完了发我，好吧。都丑。太过分了，炸了！我没想到这个答案，我真的没想到。好吧。好，另外两个问题，然后送签名照了。对对对对，然后，我再想想啊。好玩吗？现在是签名照的答案了。我再想想啊。对，签名照的问题。等一下。找找素材。我来。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不好的预感。没有没有没有。来，我们算一道题啊，赶紧快点啊！一乘以九加一十五等于多少？第一个答24的，好吧，第一个答24的。为什么会出这样一道算术题？因为我没有题。RWSO 好吧。RWSO， 你获得我的原味签名照一张。对对对，我觉得这道题真的是绝了。对，而且还特别的有零有整呢。对对对，然后自己还算了一下，好，最后一张签名照了。然后最近是亚洲杯，对，亚洲杯，然后我问两个问题啊，问一个问题，中国队在亚洲杯里第一场比赛几比几，好吧，有没有看的？哇，他对谁，哪个队来着？你可以让他们猜一下吗？对。2-1啊，第一个打2-1的，好吧。送你超级无敌幸运草，这个刘宏宇你打个21，我就你没把笔打出来，好吧？
对，二比一的这个送你超级无敌的幸运草，你将获得盖的原味签名照一张。对，大家支持中国足球，好吧？嗯呐。好，那我们本次的直播基本上也完了吗？对对对，基本上也要结束了。然后你有什么新年想对粉丝说的话？我希望就是说，无论未来什么样子，我们都不要变。这句话是我曾经跟 Brady 说过的一句话。然后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还是那句话吧，在听歌的同时，在关注这个文化成长的同时，希望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然后，对，我们会一直绑在一起。嗯，对，一直绑在一起。只要你听我的歌，我们会一直绑在一起，包括 Gosh， 包括永利，对，我们会一直绑在一起，直到生命结束，好吧？嗯，我觉得刚刚那段就是话讲得很真诚，但是还想要打破现在这个氛围。就是有一个粉丝说想在直播结束之前关掉美颜看看你，这个要求可以吗？来，可以是吗？没事，来，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美颜在在哪里？滤镜，在这里。哎，不见了，关了吗？没呢。你怎么坐那么远？我要坐那么远，我必须坐那么远。那我现在关了。关吧，关，没事。关磨皮先。关。现在没有磨皮。没有磨皮了。对，再来。然后现在关大眼。现在没有大眼了。然后最后我们关美白。这个美白有点。对，现在没有美白了。然后最后是瘦脸哦，来，现在是瘦脸，差别不大哎，大吗？差别大吗？差别大吗？请问，美颜已经对我免疫了，好吧，已经美不了了，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对，好，没什么差别。嗯，那我们也希望就是盖新的一年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优秀的作品，然后听到你更多好听的歌曲。好的，好的。然后也我们也会继续多多关注，然后也希望粉丝们可以就是像刚盖说。